干啥呢，小点点儿？一会儿把胖虎叔叔抱来跟你玩啊！他老撩起大王子，给大王子吓得到处跑。把大王子关这里面了，让胖虎来了，去吧，去吧！你不喜欢挑战吗？去认识认识胖虎叔叔。胖虎叔叔对外来猫是比较友好的。胖虎，上来看看，这个小不点儿，小不点儿这几天吃胖了。胖虎，上来呀！哎呦，真过去了。胖虎啊，你都没见过它，你不好奇吗？胖虎在看大王子，又要打架。胖虎啊，就得让小点点收拾你，小点点去收拾他。上呀，这吃饱了不想动了。哎，你不是找他玩呢吗？你完蛋！小不点完蛋呀、啊！这肚子吃的，你肚子要爆了吗？只要一吃肉，非要吃肚子六圆。胖虎啊，他钻这里面去了啊！追他，他走哪儿跟到哪儿，快去！胖虎居然对这个小不点不感兴趣，他可撩闲了，快去，去撩他去！那大尾巴忽闪忽闪着，就对大王子警觉呢。他不知道为什么每次看到大王子，就感觉到不安，玩的心情也没有了。大王子在里面吃饱饱的，大王子啊，哎，看见爸爸没有？该吃吃，他还知道自己在笼子里安全。一起撩去了，而且这是我们家的王，你把他打败了，你就是这家的王了，快去，小剑客，江湖小剑客，江湖小剑客之老三，小胡子，小橘子，这又来一个小花花，哎呦，看胖虎的尾巴呢，啊，动啥呀？得挠两下，胖虎一会儿，胖虎现在性格可好了，胖虎这有人给你玩了，哎呦呦呦，你看胖虎轻轻的，他不使劲儿，这江湖混的不行呀，虚打两下就跑了，又去了，胖虎又甩大尾巴，尾巴战术，胖虎说我用尾巴去挑战你了。这一笔也太小了，胖虎啊，你不用太认真啊，人家那么小，你惊呆了吧你？小不点一看这么大，都有点怕了，冲！快挑战他当王，小点点冲！上，他在想我是上去啊还是下去啊？上也上不去，下也下不去。胖虎啊，他还小不点儿跟你玩儿啊，你可不能重重打。胖虎现在很久都没有打过小猫了，现在性格可好了。以后他俩熟了，就能天天跑来跑去，带胖虎减减肥了。哎呦，还瞅啥？